民国珍贵老照片，廖华珍气质出众，李淡淡娇小甜美，夏梦美若天仙。民国时期电影《四姊妹》的剧照，剧中梁赛珍出演大姐，容貌靓丽，令人惊艳极了。郭安慈是永安公司总经理郭彪的三女儿，1930年当选为上海小姐。廖华珍的珍贵老照片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1934年春天，蝴蝶和蒙海格路骑马学校总教练丹尼洛夫的珍贵合影。李淡淡原名李霞青，民国著名影星，娇小甜美，聪明活泼，多才多艺。她和蝴蝶、王仁美、周璇、王莹、高倩萍、阮玲玉一起被誉为星级七姐妹。夏梦，香港著名女演员、制片人，金钟的梦中情人，外形艳而不媚，优雅大方，有上帝的杰作之美誉，是香港公认的西施。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